华灯初上第三季上线后，剧中不止揭开万众瞩目的凶手身份，多位角色身后的秘密也一一揭开。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修杰楷和王伯杰的激情床戏，让观众看得脸红心跳。近日修杰楷晒出与王伯杰的剧照，调出王伯杰本人幽默回应，两人一来一往互动竟飘出粉红泡泡，让粉丝们激动直呼你们比凶手精彩。对此贾静雯特别现身留言区留言表示，好吧，那我只有成全你们，毕竟那么养眼。粉丝看了正宫的大方回应都被逗乐，还有人立刻 Q 王伯杰女友谢欣颖来看，留言区一片欢乐，场面相当爆笑。